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我想回家。平安不喜欢住在这里啊，这里有外公外婆、小姨和姨父，你不是很喜欢他们吗？可是这里没有爸爸，爸爸什么时候可以来这里呀？你在画什么？机器人，可是我画不好，爸爸说要帮我画机器人。舒服，你别气死我！快进去。听话，下来，来，慢点。宗姨，送我们去医院吧。哦，知道。门怎么开着？人呢？心雨，别着急，我去找。心雨，休息，休息。你不是石护士，石护士呢？这里是哪里？细雨，没有私家车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去哪里，就去坐公交车或出租车。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你想去哪里，他就会带你去啦。
那你就帮我谢谢他们吧。嗯。还没找到细雨。我刚才给邹毅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好在公安局。我想他应该是去找弟妹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他是怎么去的那个地方？我去找他。你去找。细雨是我弟弟。不是二十，是六十。请问多少钱？都说是六十了，难道你不会看表吗？哥，你怎么说你都不听是吧？下车，赶快下车。下，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就在这里？你赶快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出来。姐夫，你认识这个怪人？什么怪人啊？说话跟我客气点，给我听好了。他是我姐夫，我是他小姨子。他是我小姨子。嗯、平安，先喝点果汁啊。平安，慢慢喝。细雨不见了。喂，细雨怎么会不见？他应该会去找你吧？没给你联络吗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平安，我们先不喝了啊。来，姐夫，我们到了。爸爸，爸爸。平安。在楼下遇到姐夫的，姐夫幸好遇到我，不然那个出租车司机肯定把他拉去警察局了。西雨，你自己搭出租车来的？嗯。你下次不要这样了，妈一定会担心死的。哦，好。姐夫要喝点什么吗？都可以。哦，画的好棒啊，太像了！看到这个武器，画的太像了！哎呦，大炮，咚咚咚，三十发。细雨，岳父大人好，岳母大人好。准备好了。谢谢岳母。多吃一点。你看这江家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西雨自己打车过来，一人跑那么老远。真是进步好多哟！问题是我付的车费，我帮姐夫还垫了40块钱呢。不对啊，姐夫从那儿到这儿不应该40啊？你肯定被人坑了，姐夫。莹莹，你通知清洁工吗？嗯，妈在路上了。不，我不要回家。什么？你不回家，你要住在这里？对，我要住在这里。哎呦，我曹一方有什么不好啊？
女婿缘倒是蛮好的，两个女婿都抢着跟我住。哎，请开门，估计是我老公。老公回来啦！胡董，嘿，胡董来了啊！哎呦，亲家母您好。妈，莹莹啊，你现在把他拉到你妈妈这儿来，你认为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会解决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西雨自己跑过来，怎么能怪莹莹呢？您看我们正吃饭，要不然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再回去。不用，我把孩子带走。西雨，回去吧。西雨，回去吧。西雨，夏西雨。